这个是在煮饭，大厨正在料理我们的汤。哎，你不是那个炉子吗？炉口而已，没有炉子。李宗翰在卧炉啊，卧锅子啊，泡茶。这是我们的帐篷。煎哦。你看，刚好两个睡袋刚刚好。好，那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帐篷，还有生火。夜夜的帐篷，夜夜的金字塔帐篷。哦，哇，会不会太多啊？你们吃得完吗？最近？吃啊。去隔壁，去隔壁。哇，骰子，这个骰子有点大。对啊，骰子有点大，不好熟哎，这个很难做。靠技术了，看技术了。没有靠技术。瓦斯取暖，刚刚吃完吐司夹火腿，正在煎蛋。哇，还有滤泡式咖啡，嗯。